咁啊，歡迎咧咁多位朋友仔咧翻到嚟今晚嘅國際大棋局啊！咁啊，今晚咧咁啊，哎犀利啦！因為咧，我哋其實周不時咧都有一啲啊嘅朋友仔咧會係問啊，喂幾時咧有邊位主持啊會上嚟啊？咁好多時咧，即係我同 Ken 哥咧唔會特別刻意答噶，因為其實好簡單，我哋梗係要去夾時間啦。咁啊，所以咧今晚犀利啦！咁啊，因為千呼萬喚始出來啊！咁啊，今晚边个喺度咧？咁啊，自己出声啦。嗨，大家好啊，各位好，阿文俊你好啊，阿 Ken 哥你好啊。咁今集就今晚就系我上嚟，咁就系广州阿 T 啊。咁因为最近都忙，工作上面又忙啦，仲有一啲林林沈沈嘅事，咁啊得闲，今晚就约上嚟倾下偈啊，咁样啦。大家好。阿 T 小姐啊，咁其實咁耐咧，即係冇上嚟啦。咁啊，有啲聽眾咧，當然有好多話題啦。咁啊，其實有一啲嚇，除咗話你幾時上嚟之外咧，咁有啲聽眾就問啦：喂，而家咧即係嚇大陸個經濟啊，咁啊，阿文俊咁樣啊，其他主持都聽到咁唔樂觀啊。咁跟住啲叫 T 小姐咁耐冇上嚟，喂，會唔會走去擺攤啊？地攤經濟 T 小姐啊咁樣，定係會唔會即係走去咧嚇經營一啲新行業啊？咁我基本上咧。我跟大家講啊，即係基本新能源咧，一定係唔關我哋事嘅，我相信啦嚇。咁啊，因為咧，其他嘅情況咧，喂，咁我話不如咁啦，佢上嚟親自答啦。咁啊，請你解答呢個問題先。咁啊，大陸經濟咧就係、是、一路一路越嚟越差嘅，肯定係。咁、但係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話啊，資爆啊，資爆點差到咁嘅樣，都仲可以被爆咧？點解咧？其實爆就係爆緊，即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啲人啊，啲人係懵，即係仍然係好多係處於嗰種歲月靜好嗰種心態，同埋有一種覺得啊，經濟。而家開翻啦，慢慢會復甦翻噶啦。咁主要係人嘅好大部分。咁睇落啦，即係呢個過程係緩慢咯。如果即係因為主要係啲温水裏邊嘅青蛙太多，咁就零零碎碎啦。開始好似佛山有個樓盤咁，舊年賣200萬，咁啊今年啊啲人又喺度嘈。即係呢啲個案咧，就零零碎碎，每個地方都有。就是連結不到一起 去搞大件事或者怎樣啦，就是零零碎碎這樣、好像上個星期 我不知道你們香港看不看到那個新聞啦，就是說廣州有三個人、有三個人是自殺嘛，在那個出租屋那裡，那裡是很近我這邊的，是樂埔村樂溪啊，樂埔我忘記了什麼番禺這邊的，是我呢度附近嘅啫，佢嗰三個係青年嚟嘅後生仔，咁啊自己約埋一齊自殺，呢啲個案就冰山一角啦，亦都唔係話淨係佢依單，咁就所以其實嗰個悲觀狀況都係慘嘅，係即係緩慢地悲觀下去，冇辦法，青蛙太多。現時就係咁，至於我就暫時都未至於到話要去踎地攤嘅，咁啊都叫有個阿姐頭咁樣啦，但係就唔係話好得好多嗰種啦，託賴啦，都係咁啦。咁、大家聽到啦，嗱，證明真係 T 小姐嚟噶，係咪先？好啦，咁另外咧，琴日嗰集出咗啦，咁琴日嗰集講咩？火腿腸啊嘅乜嘢啊？生產地火腿廠啊嘛，係咪啊 ，Ken 哥？係，冇錯。咁有聽眾咧聽完之後咧，咁啊問啊，喂，阿文俊點解咁中意啲嚇，即係火腿啊嗰啲嘢？容許我啦，用少時間打一答啦，因為我細個咧，其實咧，即係我屋企咧，爸爸媽媽咧，即係我細個身體唔好噶。我是病得很犀利的，即是现在都是啦，但是细个梗是更加金啦。咁基本上你想想，即是如果一个五六岁的小朋友是可以呢，是即是讲跟譬如细个呢，他病到是可以即是内出血啦，呕到成地血的。咁其实个情况是好不乐观的。咁当那时呢，我妈咪呢，他有时呢会想呢去整一些嘢食呢哄我开心。咁其中一样嘢就是呢，即是你大家可能觉得要求好简单的。
你手上有一塊加頓麵包，你拿那個金杯牌的火腿片出來包三文治的，你將個麵包卷住塊火腿，就是這樣東西了。那這個火腿卷呢，其實是我小個最喜歡的食物之一。那時為了哄我吃藥啦，為了哄我去見醫生啦，我媽咪會整給我吃的。那另外就是另一樣東西，我小個很喜歡吃的，我現在是吃不到的，是什麼呢？蒸豬腰，就是街市買塊豬腰回來蒸。我媽咪有她獨特的整法，是好吃到呢，我連那些汁啊都全部呢跟你是喝曬它的，即是不淨只說是吃豬腰那麼簡單。那第三樣呢，我講緊呢，其實點解我對火腿有一個這樣的情懷呢，因為我媽咪是有一個的拿手名菜，這個名菜不複雜的，是拿一些雞中翼拆了兩條骨，就釀什麼呢，金杯牌的火腿扒釀進去個雞中翼那裡。我細個咧係好中意食呢三樣嘢嘅，咁火腿咧，因為咧係冇乜翼噶嘛，啲大人成日講嘅，即係我爸爸咧細個有時咧，即係可能見到我喺度食火腿咧，咁啊佢又會話嘅，哎又食埋啲冇翼嘅嘢，咁變咗咧有時咧去到一攞呢啲餸出嚟咧，我完全係眉飛色舞啊！真係你一講火腿卷啊、雞翼火腿咧，我細個真係開心到喊嗰只。咁去到而家咧，我間唔中咧，有時一個人咧，都會係尤其是我喺香港同澳門嘅時間啦，因為喺國內冇得賣嘅，國內嘅火腿，我覺得個味道咧，同你香港澳門買嘅係完全唔同嘅。咁我會自己去買一包，即係叫做火腿片啦咁樣。咁買咗之後咧，其實都係做呢個動作咯，自己買呢個加頓嘅麵包。卷起佢就咁食咯，咁但系當然啦，即係其實我相信啲味道冇變嘅完全，但係你人啊大咗啦，咁啊而家食落去嘅可能食到更加多係即係一啲嘅辛酸啦，一啲嘅唔高興啊，咁其實每個人都有釋放自己的方法嘅，咁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我每次食呢、這個，聽個計時啊 ，cut 咗好嘛 ？OK， 好，係啊，一、二、三。咁每個人咧都有一個咧自己釋放嘅辦法嘅。咁對於我嚟講咧，其實咧我每次咧一好到唔開心啊，好掛住即係屋企人啊，咁我好多時就會係自己一個人咧買包咁嘅，即係金杯牌嘅火腿片啦，三文治嗰只啦，即係短啲嘅，大家可以喺超市可以買到啊，去買埋加頓麵包啊，咁啊自己卷俾自己食啦，咁啊跟住即係我近呢一年半載啦，我有好多次係食食下都唔知啊，唔知點解，唔知係咪個味道咧嚇，即係覺得太過苦澀啊，所以都忍唔住咧會食到喊咗出嚟啊。咁同埋另外咧，我講過即係我去過火腿廠參觀咧，其實好開心啊，真係個感覺咧係啊，你一樣你好中意嘅食物，跟住咧去到咧去睇啊，跟住咧即係細個覺得好新奇啊。我去完個火腿廠咧，其實呢件事咧，我同我朋友仔咧，琴日講嗰位咧，同個仔咧，我諗我有超過六年嘅時間，不停都會講起嘅。幾時再帶我去火腿廠玩啊？咁樣係咯，咁啊，答一答啲聽眾啦。咁啊 ，Ken 哥啊，咁我哋繼續啊嘛 ，T 小姐，好，冇問題。咁啊，大家咧記得啦。咁大家記得啦，就即係要支持下我哋啦，咁啊課金支持下啦，因為我哋嘅團隊咧其實做得好辛苦啦。咁最近咧其實有啲集數咧，我哋見到佢黃標都太勁嗰啲咧，我哋放棄啦。放棄意思就係直情唔申訴啦，申訴過一次兩次冇反應嘅就唔申訴啦。跟住咧有你黃啦，跟住咧我哋啊照樣啦，將佢放出嚟啦。咁另外紅標嗰啲咧，咁有啲聽眾問。紅標嗰啲係咪搞唔掂？其實搞唔掂噶。你去到俾喐Nike 嗰啲版權方喐咧 ，Nike 著緊嗰啲鞋嗰個 Nike 啊，佢太大啊，即係我諗冇得擋噶嘛 ，Ken 哥啲。冇啊冇啊冇啊！佢嚟搞你就一定係即係財大氣粗，點搞你得咧？係啊，咁啊，即係希望聽眾體諒一下，因為其實變嘅唔係我哋，變嘅係嗰個平台機制。好啦，咁今日翻嚟啊 ，T.U 姐翻嚟咧，咁其實嗱，我嚟計咧，我就冇準備到任何嘢嘅，因為我原因咧，大家咧即係都見到啦，我都有寫啊，就即係我有啲唔舒服啦，咁跟住我係睇醫生嘅，咁睇醫生係咩事咧？我胃出血啊，咁呢件事咧，其實都即係對我嚟講幾大鑊嘅，
因為咧，我基本上我而家都食唔到啲乜嘢，同埋個人咧係即係處於一個係食完藥啦，咁啊要多啲休息啦，成日都好辛苦嘅狀態啦。咁 anyway， 咁啊今日阿 Ken 哥同埋 T 小姐喺我即係瞓覺交豬嘅時間，啊你兩位諗咗啲乜嘢出嚟去同大家講下咧？今日阿 T 小姐你講啦。係，咁就講講一講最近呢、這個。即係都幾慘嘅一個新聞啦，就係嗰個潛水艇啊，嗰個想去觀光鐵達尼號遺跡嗰個潛水艇就出咗事啦。咁就據聞裏邊咧五個乘客就都係相當出有錢嘅富豪嚟啦。咁就而家咧就新聞出咗就證實咗咧就都五名嘅。嗰、那個旅客都已經死咗噶啦，咁咧跟住我睇翻佢啲新聞咧，就越出越多啦，就話佢裏邊嗰啲機件啊嗰啲，全部咧就同大陸睇齊噶啦，嗰啲嘅手掣又係遊戲機柄啊，咁即係流口水到可能即係我覺得就即係可能大陸如果係做嘅話咧，嗰、那個外觀嘅包裝起碼都做得。好睇啲啦，都唔會話咁直接，真係直接睇住個幅相係攞個遊戲機嗰個手掣嚟到做控制杆，咁又話佢係用嗰啲藍牙接線啊，真係地攤貨嚟嘅喎。嗰個 CEO 佢就話嗰個 CEO 係想話用一啲創新嘅技術嚟到做呢架潛水艇啦，咁就。不用一些很專業的人士提供的意見就請了一個剛剛畢業生這樣那現在看他這樣不科不創新全部都瓜了去了另外一個世界了那Ken 哥你怎麼看啊哦都是這樣說無良奸商就哪裡都有啦那是不是無良呢那他打正的招牌打正的招牌就這樣說的如果要做曬所有嘅安全措施的話咧，個旅程會好貴嘅。咁我哋咧就做所謂做足夠嘅嘢就已經得啦。咁樣同埋佢喺國際海域入邊啊嘛，所以理論上咧，佢都佢哋就會諗住逃避呢啲咁嘅刑責咯，即係世界各地嘅刑責咯。因為但聽你嗰隻船嘅殘骸就喺個公海嗰度嘅嚇。咁你問我點睇啊？我都係覺得搞錯啊！喂，大佬，你安全措施你都要做噶，好多嘢你唔可以話因為咁而令到好多人去唔到，我就平啲而保障唔到佢哋生命。雖然你有千辛死狀，雖然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嚇，呢啲嘢你即係好似你玩熱氣球啊，或者珍珠針啊咁樣都有，但係人哋都有一定嘅安全嘅指引喺度噶嘛。基本上嚟講。所以呢啲我覺得咧就呢啲危險嘅運動啦，就要再保障少少啦。呢啲尤其是商家就唔可以攞話成本太貴啊，我整平啲嘅，所以安全性啊咁樣去做啦。咁你話用遊戲機嘅手掣去做遙控啊，或者你話藍牙嗰啲啊，咁如果我聽到嗱遙控我唔評佢啦，前後左右啫都有控制隻船。但你話用藍牙咧，藍牙幾多米啊？可以個通訊，所以你潛到咁深嘅時候，真係其實呢啲咧一分錢一分貨啊！寧願大家俾貴少少保障自己生命啦，係啊，即係窮遊就唔好玩呢啲遊戲啊！即係攞自己條命嚟搞飛，再加上就冒險呢啲嘢，大家要衡量過咯，可直播率係幾高咯？我睇佢啊，真係無良得好緊要，係冇常識嗰種無良啊！睇佢，因為我睇個新聞咧，我係睇嗰單新聞，我唔知佢有冇報錯，但係佢好誇張嘅，佢嗰個一個人個旅費啊，200萬嘅美金，咁你都俾少少誠意啊，好唔好啊？一個機制，真係。你太誇張了，我覺得佢真係今次真係我唔知佢嗰個索賠嗰度係點行啦。佢呢啲玩呢啲之前一般咧都會簽生死狀，咁生死狀
是不是就不用賠錢還是怎樣還是怎樣，這個就真的不清楚。如果不是他的家屬追他一個人一個家庭，我想他都那間業都破產的了。哦，如果他是有限公司的都是公司破產的，那個老闆就不會怎麼破產的、啊、那就、問題是、他之後怎麼做呢、啊、即是這些 要立例監管咯，即是、真的、安全措施要做足咯，因為你也不要那麼留，因為現在、他有說嘛，新聞上就說美國那邊是有個 detect 到佢哋就話，喂，佢落海冇耐，失蹤前冇耐，有一夜巨響，即係有一夜唔正常嘅海底發生咗聲，即係懷疑佢落海唔夠五分鐘就已經發生爆炸。咁呢一樣嘢就肯定係保養啊，或者隻船佢本身係維修上係有問題，咁令到呢啲事情發生嘅。好啦，你啲設備揀漏都唔緊要，你維修得好嘅就可以避免啲嘢咯。我成日都話，但如果你連維修都是一個馬虎啊，做得頭頭忌忌咧，咁呢樣嘢就唔值得原諒噶啦，成件事。嗯，係啊，因為佢嗰個水個深度咧係承受唔到個壓力嘅，即係話咧，佢嗰隻船本身係受唔到個壓力而爆炸而撕裂曬噶啦，即係話其實咧，佢有冇溶溶麻麻咧？其實都唔係好緊要啊！呢個事故，因為一落去就已經係散曬框噶啦。咁如果佢嗰隻船個質地做得好，冇散框而用爛麻咧，仲死得慘啲喎！咁搞法係嘛？嗱，我撇唔撇除藍牙攞嚟，我當攞嚟通訊又好，攞嚟做乜都好啦。呢啲嘢我唔理佢啦。咁如果你話本身隻船係用接受不到那個水壓，即是、承受不到那麼深的水壓，而你都找他去做呢，那這個呢就直情呢、我覺得這個是、謀殺來的，不是說、一個粗心大意的司機、落雨的晚上那些意外來的、啊、因為明明這塊東西只可以承受到100磅即是一部電梯，但你標他說可以承受500磅，咁你呢个咪走晒入去咯，跟住落部呢跌落嚟，咁你冇得话，喂你冇得话噶嘛，系你本身嚿嘢系唔可以承载呢一个受水量或者呢一个水压下边去做啊嘛，你夹硬去做，咁咪出意外咯。可能头几次你冇事，但系件嘢顶唔住就真系顶唔住噶啦嘛，吓，所以就呢一样嘢，亦都系一个如果呢件事系真啊，咁我都当系真嘅啦，因为新闻。太凌亂，但係這個可能性不排除，但如果是這樣，我覺得是謀殺，同埋一個極之無良心的商人做法。嗯，即係我睇到依家咁多位，係嗱咁多位啊。首先我想講咁啊，我今日咧咁啊捉多個人上嚟，咁啊啱啱上咗嚟啊，咁啊阿朗哥聽唔聽到？朗哥，清楚大聲，清楚大聲，聽唔聽到？係，聽到，聽到。咁啊，因為我今日咧，其實係唔係咁舒服啊。咁我咧，其實中間咧，咁啊，若為古陽去照胃嗰啲咧，阿 Ken 哥同朗哥知啊。好啦，咁啊，首先交支威俾朗哥之前咧，嗱，我補充少少頭先你哋嘅睇法，我非常非常非常認同。我真係講多一個可能性俾大家聽聽咧，比較你諗諗天馬行空少少嘅。第一呢隻嘅叫做話泰坦號啊，呢隻 Titan 咧，佢唔係第一次落去嘅。所以他基本上落过已经很多次，无论他自己做研究啦、考研啦、载人落去咧睇嘢咧，佢试过很多次。咁叫做一直以嚟咧，佢都冇出过事故啊。所以咧，你落去嘅话咧，跟住佢系有足够嘅次数同埋时间咧，去做晒头先你所讲嗰堆嘢。第二喺海底咧，唔系你谂到咩？系咪好似大家用手机啊咁样去 send 蓝牙咧？唔系嘅，因为其实咧，我做过一啲关于赌场工程咧。不只是地上化石塔，亦都是会用到海底相关的设施。我第日有机会先讲，但我告诉你，基本上加上它的深度是用不到的。第三，其实这样下去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生事故呢，同埋开头它即刻是断了信号嘛，是只有一个可能。大家可以觉得我吹水，但我只要讲一样东西，它被一样很大的生物撞了它一下之后，那个生物回头将它扯下去。
基本上咧係成件事咧並唔係你話放咗隻嘢落去唔夠兩分鐘嘅佢自己去爆炸，佢爆炸嘅原因亦都係冇嘅，因為其實基本上你只可以話我推斷佢係因為佢嘅壓力倉，即係叫做話出呢個咧氧氣嘅地方咧去爆炸，呢個推論咧基本上唔 make sense。如果你係要落深海咧，所有你出發之前啦，對個機器嘅用途啦，國際慣例你要檢查四次，係要檢查四次。我相信佢去到咁嘅旅費咧，佢就算你話佢啊，你冇用靚料啊，即係嘢唔係宇宙最強咧，佢一定唔會錯漏。因為點解？你考呢個牌，你就要做足啲功課啊。佢落去有兩個係有專業深海潛水資格嘅人。佢一定知道所有步驟，即係我哋俗稱嘅 SOP， 個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要點做。所以基本上咧，即係我嚟計，你同我講下隻嘢嘅料差唔差嗰啲，我真係唔識，因為我唔識做，我唔識做 submariner， 即係潛艇我一竅不通。但係我推斷嗰個事發係一定有呢件事。咁你如果問我有冇搞錯啊？去到深海有啲乜嘢巨型生物可以做呢下嘢咧？咁第一咧，佢嗰個深度咧。即是他最尾找到碎片的深度呢是足以比一些呢是20米长的大型八爪鱼，那些是类似大黄酸章鱿的八爪鱼去活动。第二，八爪鱼可不可以扯一只缆车呢？理论上不行。可以做这件事就是一条很大的鲨鱼。很大的鲨鱼，澳洲发现那条 Deep Blue 深海。喂， Deep Blue 都是那讲紧12米而已。但你不要忘記，講緊喺鐵達尼嘅，即係嗰個附近咧，其實過往都影過，有啲黑影啦，有啲即係有一啲類似鯊魚嘅嘢咯。佢係可以好大條啊，18米以上。即係大家唔好否定呢個可能性先。每每係一啲生物，你去做呢件事。好啦，咁啊，今日咧，咁啊，大家到齊啦。咁啊，朗哥，咁啊，亦都咧要請你發表下對呢件事嘅睇法，好冇？咁我咧嚇就要乖乖地啦，因為咧我要真係食藥咧，跟住休息一下先。咁我交棒咯，好嘛，兄弟？咁啊 ，T 小姐，咁啊 ，Ken 哥，阿朗哥，咁啊，我暫且告別，我交棒俾朗哥，好嘛？咁多位休息一下啦，你盡量休息一下，休養一下，保持一個最佳嘅狀態，好嘛？係啊，咁啊，大家放心啊 ，T 小姐咧，只要佢即係。開始咧啲作息時間工作咧穩定啲掌握到咧，咁我哋梗係多啲揾佢上啦，係咪啊 ？Ken 哥、朗哥，係啊，冇錯冇錯，唔使講啊，我哋個台嘅台柱嚟嘅。好，咁啊交棒俾朗哥啦，朗哥繼續講你睇法。一陣間咧，俾翻阿 T 小姐同 Ken 哥，佢因為頭先係我冇禮貌，我襲斷咗佢哋嘅。好，交俾你。問題，小事。係，朗哥講。好，咁我睇法咧就有啲似阿文俊咁講嘅，即係未必係話嗰個潛水艇嘅設計或者構造會出現好大嘅漏洞或者問題。我睇法咧未必係啱嘅，即係而家都仲未正式攞到啲碎片去化驗，攞咗出嚟部分碎片攞翻上嚟噶啦。咁我用顯微鏡講話會用顯微鏡去化驗啦，係咪內爆啊定係外因啊？咁而家即係我自己未有答案之前，我自己估相信咧，即係可能有遇到某種意外。類似文俊講嘅巨型海底生物啦、碰撞啦，或者其他原因，就未必話一定係話個潛艇嘅設計或者構造或者材料嘅問題，未必100%係啊！即係我哋唔好將個責任推曬喺嗰度先，要睇多方面嘅知識同埋資訊先。即係我覺得有可能嘅，其實 miss operation 即係嗰個人操作有問題都有機會嘅啊。嗯。啊，大家點睇啊 ？T 小姐講先啦。这个不是说没可能的，但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又没有向这方面想啊，就是一些海底生物，因为我看到他说是之前没试验过的嘛，这只是他自己重新陷过出来的嘛，陷过之后没有做过测试，他说他所以我就没有向这方面想啊，所以我纯粹觉得就是向大陆看齐咯，第一个直觉就是觉得大陆啲嘢輸出全世界咯，而家，就係咁。咁呢個都有可能，但係你話，即係我唔係得罪任何人啊，即係話呢個可能性有嘅，但係會唔會咁兒戲咧？即係話如果收得你咁嘅價錢，關乎人命嘅，會唔會係咁兒戲？就算大陸都唔會咁兒戲啩，我估，係嘛？即係我估啫，純粹主觀咁嘅判斷啦，即係未必係啱嘅。
都睇最後結果個報告出咗啦。不過呢個報告我估啫，都要一段好長時間，因為就佢自己佢攞咗兩件碎片啫嘛，咁可能會長時間會攞多啲碎片去做化驗，先至有真實嘅答案出嚟咯。其實要揾其他碎片，即係大海撈針啊，比較難啲嘅。啊，但係我亦都講過一啲消息啦，咁就佢亦都講咗話咧，而家新聞嗰度講啦，佢就話依一間公司暫時嚟講係應該係唯一一間咧做呢個泰坦尼克嘅旅遊嘅觀光嘅，而佢哋嘅潛水器咧到而家咧都係未有第三方機構嘅安全認證。咁啊，專家表示咧，大多數呢啲潛水嘅機器咧，都係需要有製造廠會進行第三方嘅認證嘅，係啦，以即係確保呢個完整。咁佢始終都係缺咗一樣嘢。咁並唔代表阿朗哥講嘅嘢錯嘅喎，因為我缺咗啫，可能我真係唔做。我入邊我公司做過測試係得嘅件嘢，我咪無需要去做第三方認證咯，都唔奇噶。這個情況海洋學家也在2018年說過，他說這間公司做這個實驗性做法是做出個 warning 給他們的，說這個設備呢會達到超過了 DMV-GL 的制定安全標準，是的，這樣的達到或者超過了，對於這個開發計劃他是感到擔憂的，即之前已經有專家說過 有擔憂，並不代表一定會出事啊，是这样的。就是他穿梭机那样都有意外发生的，穿梭机都很多认证的，其实是不是？那你说精工标不是天文台标的话，就是找一只 Casio 的电子标，他没有天文台认证的，但是他是会有很大机会准过一只劳力士的，是不是？不奇不奇不奇。对对对，就是没有认证不等于他是不安全的，两样东西。我不是说他一定是好安全，我都唔敢讲，因为我都唔系呢方面专家。咁我讲下啦，同埋佢一啲周边啦，就系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提及到嗰个阿森一族啊，好多时候佢都话佢有预言噶嘛，啊而家又话佢啲人又抄翻佢曾经某一集又讲过类似嘅嘢，咁就涉及少少神秘学噶嘛。好啊，大家点睇阿森一族？这间片你哋有冇睇过？呢集这个资讯我未有发现到，我都未睇到。你可以分享一下 T 小姐。咁咧有网友啦，好眼利嘅，咁佢就话揾翻当时候有一集阿森一族就讲过类似啦，就系、是、一只潜水艇咁样，就后屘又失事咁样。因为好似阿森一族呢啲咧，佢有网友亦都系抄过，唔单止呢单嘢嘅。尤其很多其他那些都大事件啊，都好像是他可以有预言这样。那就当是就是一些周边这样讲一下，但是我觉得阿森一族他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这么所有东西可以预言到呢？我觉得又有些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有一些真的像是预言的。那好像有一个是他一幕是说阿Trump搭電梯嗰幕，嗰幕係後尾啲人加上去嘅，咁就即係有啲啦，有啲類似好似嗰個光明卡咁樣咧，半真半假咁樣咯。嗯，聽過冇睇過。嗱，Simpson你講幾集我冇睇過嘅最近。咁但係佢話咧，依一個情景咧就係、是、嗱，網上資料講啊，佢話2006年播過一題，有一集咧。就佢入邊講到咧，個主角嘅男主角咧，就同一個失散咗多年嘅新婦咧，一齊落到海底冒險，咁啊都係周圍揾下，見到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喺度啦，咁樣嚇，咁跟住咧就係跟住因為發現哇好多寶藏啊，準備帶啲寶藏走嘅時候咧，河馬隻船咧。隻潛艇咧就俾珊瑚棘住咗喺入邊喐唔到，咁畫面顯示咧就係話佢嘅入邊嘅潛水艇入邊嘅氧氣唔足，之後佢就昏迷咗噶啦。咁啲人就嗱嗰陣時未知道佢爆炸噶，未揾到碎片噶。咁嗰陣時啲人話：哇，
個情況咁似依一單嘢咁嘅，又係話你再唔揾佢，佢哋就會冇曬氧氣啊！即係琴日就係咁傳緊噶嘛嚇，會冇氧氣搞到啲人會死曬噶嘛，咁樣噶嘛。咁喺依個情況下，你可以話佢依啲情況，只要你做編劇，其實有機會會諗到，亦都好不幸地，可能喺現實中真係會發生過依啲事，咁都唔奇嘅。但你話佢真係佢畫到阿春會選到總統嗰下咧，我真係唔識解釋。我覺得除咗佢係嗰下真係俾佢撞中咗，或者神預言之外，我就真係解釋唔到。呢一集我仲解釋到，喂大佬，依啲邏輯嚟㗎啦！你隻船，你隻潛水艇落到下邊，俾嘢棘住咗，上唔到嚟，等下缺氧㗎啦。呢個好事實嚟嘅喎，呢個正常嘅邏輯推論係啱嘅，係啦嚇。不過佢就2006年嘅時候已經做咗呢一集，咁就你哋話咁巧合都得，你話佢有啲預視能力都得，點講都得嘅，因為兩樣嘢。阿朗哥，你認唔認我咁講？都似係巧合啦，因為佢又冇講個內爆呢樣嘢啊嘛，就係話缺氧啫嘛。如果你咁講，因為我未睇到嗰段片啊，即係如果佢講嘅同現實咧就有少少出入嘅啦，咁就未必話100%好準啦。咁就即係可能有啲譁眾取寵啊，啲觀眾可能就因為因為啲人講呢句嘢咧係於琴日講嘅，琴日嘅時候未知道爆嘅，淨係40分鐘啫。咁而琴日嘅時候，我頭先講咗，琴日嘅時候就係話佢過多8小時，佢就會冇氧氣。系啦，咁样，所以啲人先会咁样话，先神呢一次嘅故仔系同佢 exactly 一齐样咁仔啦。系咯，咁当然啦，内爆啊嘛。结果就佢推断内爆啦，其实点爆系咪爆都未知，而家系咪爆系啦，梗噶啦，即系呢个系事实，人哋有碎片就一定系爆啦，唔系话咁缺氧沉咗去底啦，应该系爆就真噶啦，碎咗啊紧噶啦。咁问题就系、究竟学阿T 小姐话斋啊，建议日久失修。令到佢爆，定系学阿文俊卿咁讲，俾啲史前生物搞到佢咁样，亦都唔奇，系啊，吓咁你话如果你问我咧，我会大胆啲咁讲，会唔会系尼斯湖水怪嗰类嘅咩物体去做咧？都有机会嘅，冇人推，即系冇人可以否认到，因为始终去到。一個咁深海，頭先阿文俊英都講啦，有啲巨大嘅八爪魚，係咪八爪魚啊？定章魚啊？唔記住啦嚇。佢嗰啲係可以將一條十幾米嘅鯊魚殺死嘅，或者佢大到可以將條鯨魚殺死嘅嚇。有呢啲情況嘅，亦都有人發現咗嘅。咁嗰啲巨大嘅海洋生物，係好難講嘅，真係會有呢啲情況發生都唔奇嚇。咁但係依件事就好撲朔迷離咯，但係都係講嗰句喺咁嘅情況下，我睇下大家會覺得邊樣嘢係自己送服咯嚇。阿T 小姐點睇啊？我覺咁就即係佢而家話睇下個官方個新聞係。讲唔讲真相啦？咁假设如果嗰件事系佢查到话系可能大海怪，又或者系一啲其他更加 weird 啲神秘嘅嘢，令到佢失踪或者爆炸，可能劫爆咗佢，或者即系好似 MH370 咁样，咁佢又唔一定讲件事出嚟噶啦，就可能纯粹就话嗰、那个 CO 贪平或者点样自己冚架嘢出嚟，咁可能会咁讲噶喎。哦，系啊，其实各方面唔同啊。再极端啲，可能佢哋落去嗰下啱啱好唔觉意撞到USO 咧，咁都濑嘢噶。系啊，佢就求其话，系啊，个CO，因为个CO都死咗噶，佢喺个船里边噶嘛，咁就唔系CO定CO个老婆啊，死咗唔记得。咁就佢应该好似系个CO都系佢系控制室。控制嗰個吧，睇我有冇睇錯咧？咁就即係阿巴吃黃連啦，咁啊話佢自己冚好咩都好啦，咁即係真正嗰個原因就唔會公之於世咯，即係可能有可能咁樣咯。阿朗哥啊，朗哥，係，我有個嗱，T 姐聽住，我有個大膽假設，你都知啊，入邊有兩個富翁噶，會唔會其實成件事係一個
暗殺行動嚟咧？咪都有可能啦，係啊，都唔出奇啊。但係最緊要我哋係好大機會係唔會知道事實嘅真相咯，我哋一般人。嗯，系啊。O K， 明白明白。即系你话系意外啊，人为啊，即系可能推晒落一个人身上噶嘛？呢啲成日都发生噶啦。嗯。喂，突然间话系咪真系有一件咁嘅事啊？咁佢呢啲新闻其实可以 A I 整出嚟噶啦。嗱，好似台湾咁样，台湾依两日又好大个嗰啲娱乐新闻爆出，其实佢系想遮住某啲事。哦，唔系佢。台湾的 MeToo 是拿来政治攻击的啫，系啊，政治攻击某些人，只不过越爆越大镬啫，爆到。啊，咁但是你话AI 新闻，我跟你讲啊，阿 T 小姐，你有冇睇过喺国内入边有一段抖音定系咩啦？我唔知啦，应该抖音啦，有一段新闻就话睇下先。以色列同伊朗打，以色列输咗啊！我冇睇到啊，咩事啊？有段咁嘅新闻走咗出嚟噶嘛？有段咁嘅视频噶，系咩？以色列同我唔记得系同伊朗同边个？以色列嗰个敌对嗰个应该系伊朗啊嘛？我唔记得咗。系啊，话佢哋两个打仗啊嘛。跟住咧？以色列输咗咯，俾人打落晒佢一皮咯。咁跟唔系佢整咗新闻嘅目标，咁呢个摆到明系 AI 新闻啦。哦，系啊，呢啲大陆呢啲假新闻咧就都唔使 AI 嘅，嗰啲傻饼你整两幅图，似似地咁样都得噶啦。因为我哋呢啲新闻其实都只要佢唔尴尬就得噶啦。好似我哋嗰阵时。上兩年啊，整嗰個報道個新聞，直頭係剪咗人哋美國，我唔記得係邊一個電，好似係特襲珍珠港嘅某一兩個畫面出嚟，當係自己嘅軍部飛機嘅圖片嚟到打飛機，咁都得嘅，咁樣娛樂民眾得嘅，佢唔尷尬咪得咯。咁所以其實你話佢整個新聞出嚟邊度同邊度打仗贏咗點樣？佢用 AI 算係有誠意噶啦，係咁噶啦，算係俾誠意噶啦。唔係，其實我唔知係咪 AI 啊，只不過我覺得你講嘅 AI 嗰啲假新聞嚟講咧，咁我覺得國內依單嘢係比較過癮，因為阿朗哥你冇聽過依單嘢啦，係咪啊？冇，但喺國內傳得好依家聽聞。系啊，咁系咯，T 小姐有咩补充啊？喺到最尾，补充啊，都暂时都冇乜啦，我觉得差唔多啦吧，今次。阿朗哥咧，我冇乜嘢啦 ，OK 啊呢段啊。好啦，咁开心嘅时间就系咁快啦，又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咁我哋下一节见啦。咁啊 ，T 小姐，记住，如果你下次再有時間啊，得閒啲啊嘅時候，再上嚟做節目啊！我哋好多你好多 fans 嘅，知唔知道？其實咁我冇唔係多謝先。希望大家唔好鬧啦。如果有即係有咩意見咧，就可以喺嗰、那個大家討論區嗰度討論，就唔好人身攻擊得噶啦。咁你有唔同意見都冇問題嘅。咁我哋係言論自由嘅 ，OK 冇問題嘅。你有啲咩，即係我講咗啲咩你唔認同嘅睇法，你可以喺度講，咁我哋可以討論，或者我都會覆你嘅。咁我有時間亦都會上嚟。嗯 ，OK， 好，唔該曬 T 小姐。好 ，T 小姐，咁我俾人哋嘅所謂嘅攻擊咧，我就覺得即係俾個藉口我做好啲咯。其實我會咁諗會開心啲嘅，做人就。我唔会俾，我唔会再俾机会你哋话我做得唔好，咁下次做得好啲，准备功夫做好啲，攞到资料搜集做得好啲，咁咪即系俾人话宁愿下一次你赞我，上次你闹完我，今次你赞我，我仲开心。系，冇错，系啦，但系千祈唔好一啲冇内容嘅攻击咯，我成日都觉得，喂，阿Ken你真系冇料到啊，咁样，跟住我心谂你边方面冇，你话我边方面冇料到啊，你可唔可以讲实实啲啊？好惨啊，你一句冇料到。你话我冇料到，我咪做好，我计到，我唔介意我做好啲咪得咯，我讲装唔理你，我各方面都做好啲，你讲得冇方向性嘅，我咪梗各方面做好啲咯，我都系咁讲噶。好。都唔會開心啲嘅，啱嘅，你係鼓勵，係啊，鼓勵嚟嘅呢個係。好，
咁好啦，大家下一節見，好，拜拜，再見，拜拜。